我想借寂寞几小时。啊，可以呀。其实你们要去就去，根本就不用问我。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？就去吧，赶快去玩，不用理我的，去吧，去吧。天气有点冷，你多穿件衣服。谢谢。不用不用，放心吧，不会太远。我很放心，你根本就不用来问我的，快点去吧，去玩吧，玩得开心一点哦。谢谢。不用谢，不用谢。拜拜，拜。我们应该是第三次来这里了吧？以后应该就不会来了。等你病好了，你可以自己来啊。不了，我要走了，离开这儿。去国外做治疗，这段时间真的难为你了，对不起。不，是我对不起你。我本来是要弥补你的，但却又伤害了你。我听你哥说，那份邮件是你发的吧？意识上是我的梦想。你帮我实现了梦想，我怎么能看它被毁掉呢？而且可能我心里还是更相信我哥哥的，所以我才敢把照片发出来，因为我知道他终究会理解、原谅我的。寂寞，我自私的请你原谅我哥哥之前做的事情，因为他这样都是因为我。好不好？他这么做，也都是因为我曾经的错过吗？不是你错过，是我错过了。3年前，我离开的时候，真的觉得自己特别勇敢。但现在想想，逃跑真的挺懦弱的。我有时候会想，如果3年前我没有走，我们真的不会错过，会在一起。可能我还是不够相信你对我的爱吧。喜欢一个人呢，是能看到他所有的优点；而爱一个人呢，是能接受他所有的缺点。我总是怕你看到我不完美的一面，但你让我明白了。什么才是真正的爱？谢谢你，寂寞。你别紧张，我就是想听听你的心跳。其实我在国外做治疗的时候，就想听你的心跳声了。活着回来听到，真好。寂寞，你爱若男吗？爱呀，我很爱他。其实这段时间。确实让我很惊喜的，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会喜欢独孤若男了。她是个可爱的女人，很坚强，很真实。其实以前我想到你和她在一起，我就很恼火。但是后来仔细想想，我觉得幸好和你在一起的是她。
听见什么？我听见你心里在说，终于可以跟季默和好了，终于等到今天了。才怪，我没说话。你不坦诚。好啊，那你先坦诚。苏晓跟你说了什么？他说他很喜欢你。哦，看来他的眼光还是不错的嘛。哼，你的眼光也不错。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，你现在还是戴罪之身。臣妾何罪之有呢？不过我这个人比较大气，以前的事情就算了，但是以后不管是威逼还是利诱，你都不可以随随便便单独的跟别的女人出去，你的眼里只可以有我一个人。好吧，那我就发个誓吧，从今天起我只能给独孤若男一个人做饭。嗯，我煲的汤只能给你一个人喝，我的副驾驶只有你一个人能坐，我的床嘛只给你睡。想什么呢？总而言之啊，我寂寞只属于独孤若男一个人。你说艾丽这个怂蛋啊，告完白就跑，这几天连个信儿都没有，你说他什么意思？一个大男人真的这么扭扭捏捏，你说他到底什么意思？我真的搞不明白，你帮我分析分析。一条微信都没有，要是换作是你的话，你不会生气吗？他不找你，那你去找他呀，就把他追回来嘛，这种套路你不是很熟吗？哎，我是陈菲儿，之前我这么主动的，追他，现在你让我主动倒贴吗？嗯，你有在听我讲话吗？有啦有啦。好，那我继续。我刚刚说什么？主动倒贴。哦，主动倒贴吗？我跟你讲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我知道了，他一定是在跟我玩欲擒故纵，小样的，我还治不了他吗？总之呢，他不找我，我就不找他，大不了一拍两散，各回各家。那我问你啊，是面子重要，还是艾丽重要？艾丽可以跟我的面子相提并论吗？你觉得？可是，好像如果没有艾丽，我的面子也没有什么用。不要纠结了，去找他吧，他肯定是在等你。你都知道他对你的感情，在爱的人面前呢，你只需要诚实的说出你自己的想法，因为他爱的就是真实的你啊。可是你知道像艾丽这种我进一步他能退八十步的人，我必须要想一个狠招。有，你真的有吗？有。哎，思达。早。千沙呢？千沙今天没来。剧组今天不是休息吗？哦，好像说不太舒服，请假了。麻烦你帮我把这个交给他。哦，好，谢谢啊。你在这儿。我还以为再见不到你了。
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？我没去公司。我知道。你是不是长呼了一口气？那个缠人鬼终于不缠着你了。不是不是不是，我也没有觉得你特别缠人，我只是觉得我……哎呦，开玩笑的，我就是稍微整理了一下我们之间的事情。我记得我对你的单恋，好像就是从公交车站开始的。哦，那我们也在这里告别吧。我说过，我原来不喜欢坐公交车，但是我坐着坐着我就喜欢了。你现在不喜欢我，但是你看着看着你就喜欢了。今天突然发现，好像公交车还是不太适合我。我不会再缠着你了，我沈千沙的单恋巴士终于到站了。我记得我跟你说过，如果有一天你放弃若楠姐，我就放弃你。是。思达，今天我沈千沙终于放弃你了，放弃你了，放弃你了，千沙，千沙。我走了，你要看着我走到很远的时候才能走。之前都是我一直跟着你，这次换我把你甩在后面。千沙，千沙。千沙。千沙，千沙，别走。阳光下的灰尘落入你柔情的眼，我误会的那些依偎，在你进退之间，在无所遁形的世界。付出全部，但最后才领悟，抓我的手，不要摔倒。我的不能满足，你期盼的面目，为你我能收回无处。